大家好，我是西安美食包，今天咱们来炸个大油条。那先来猜面，先来一斤面粉，加六克盐，六克白糖，加这个五缕油条蓬松剂十克，搅拌均匀，打一个鸡蛋，准备270克水，边倒边搅，搅成这样的面絮子，然后以手为拳来踹面，切记这个过程不要揉。至于为啥我也不知道，这是一个老师傅的经验。踹成面团，加盖儿，半个小时之后再踹，再来半个小时。现在的面已经醒得很光滑了，来抹上油，盖上保鲜膜。这个面至少醒了4个小时，咱们今天晚上把它放到冰箱里边，明天早上就直接开始炸油条。把面擀成均匀的长条，两个面剂子叠在一起，用一根筷子从中间压实。时间像蓬勃的青春般奔跑，炸到这样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油条已经炸好，看一下，又大又蓬松。快点快点，掰开一个看看，又大又蓬松。我这还泡了一个面，我不要想用你那个杂菜，还在这儿。你吃不吃？你又倒着吗？倒着点。
猪肉要是能和冰镇气氛就没了，但是，猪肉要是能和冰镇气氛就没了。加油吧，好嘞。想要炸出又大又蓬松的油条，就把面一定要醒到时间，最好是头天晚上就把面弄好，第二天再炸。